北京时间3月9号上午11点结束的一场 NBA 常规赛中，鹈鹕主场迎战猛龙。本场比赛安东尼·戴维斯因为腰背部痉挛宣布休息，而鹈鹕在面对强大的猛龙时毫无还手之力，104-127鹈鹕主场惨败给猛龙。上半场看伦纳德的个人表演，下半场林书豪迎来新生。林书豪数据：出场22分钟9中6三分球3中2，一共拿到14分3助攻，正负值8。熟悉的林疯狂又回来了。简单看一下其他人数据：洛瑞13 11，格林13 3，西亚卡姆19 4。伦纳德半场13中11砍下24分，全场31分。林书豪14，鹈鹕这边杰克逊20 6，佩顿13 6，兰德尔18。其实比赛进程非常简单，第一节鹈鹕凭借米兰德尔和威廉姆斯还能和猛龙进行周旋，但唯一的隐患是鹈鹕防不住伦纳德。中投中投还是中投。进入第二节后，猛龙凭借林书豪和伦纳德反超比分后，鹈鹕继续挣扎。而到了第三节，西亚卡姆也开花了，格林也进三分了，林书豪也有追身三分了。三节结束时，猛龙已经把分差拉开到13分。第四节，伦纳德打卡下班，林书豪连续得分，比分定格在了127-104。比赛进入到第三节末端，猛龙推快速反击，林书豪在斜侧45度角三分果断出手命中，林书豪在猛龙生涯的首记三分，前17投零中，但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而比赛中最让人暖心的一幕在第四节中段，当时鹈鹕发起快速反击，连续在外线寻找空档，杰克逊看到是林书豪在防守自己，果断出手打铁，随后杰克逊立刻越过林书豪抢到二次篮板，补篮得手。下一幕，林书豪垂头丧气，狠狠地跺了地板一脚，而洛瑞也朝着林书豪方向说了一句可能再说，让林书豪别太在意，毕竟领先了快20分。但林书豪叹了一口气后，朝着洛瑞的方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示意我的错。紧跟着林书豪到了前场，又是助攻西亚卡姆，又是自己上篮命中，随即鹈鹕缴械投降，林书豪和洛瑞也打卡下班。林书豪渐入佳境了。